幻觉。可能有小偷来了，翻的。该不会是金雕弄的吧？哎呀！哎，这不是我干的，这个不是我们干的。幻觉，还是幻觉，我需要休息。是不是你们干的？赶紧出去！小精灵恢复了房间，小精灵真棒。可乐和可凡就应该自己打扫房间，哎，这样妈妈才会高兴。怎么回事？爸爸，你是不是把我们的早餐跟小金雕的弄混了吧？不会吧。爸爸确实是好久没有给人类做早餐了。可乐，滚！看看你干的好事。嗯。你无赖好人，这是妈妈走的那天你偷吃的点心。我偷吃点心放鞋里啊。嗯。拿来我看看。啊。从这个霉菌的变化上来看啊，这个点心已经被弃置至少有三四天了。3-4天？你看吧，妈妈已经走了4天了。等会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妈妈走了4天啊。怎么？那她明天可就回来了。对，明天回来。可是咱这屋子乱成这样子。滴答滴就吃一小口，滴答滴肚子就不叫。一小口。啊，一小口。啊！滴答滴说来。滴答滴的一小口是想想见过的最大一口。不好意思，滴答滴没忍住。哎呀！妈妈不在家，好吃的东西都没有了。妈妈的蛋挞，哎，妈妈做的花生酱味的蛋挞，哎，妈妈做的香香酥酥的花生酱味的蛋挞。美丽的妈妈好处多，好吃的东西不用说，闭起眼睛尝几颗，妈妈妈妈真不错。
儿子，快帮爸把那弹簧从床底下拿出来。提前回来了，要不然还不知道家里被你们弄成什么样呢。你们一定要好好给我解释清楚。这是什么？哎，妈妈别、啊、不好意思，我晚回来了一步。怎么姑姑你们完蛋了。你们三个说说吧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说是怎么说啊？我说姑姑，我刚才上来的时候啊，在小区门口看到了一辆出租车，出租车在找一位拉着手提箱的高贵女士。我想咱们小区除了我姑姑还有谁是高贵女士？你说对吧，姑姑？对，亲爱的，你赶紧下去看看，万一有什么贵重物品丢了怎么办呢？对，还是下去。可能？对，下去看看。我根本就不会拉什么。有可能拉，有可能拉，这也不会有什么变化。我给你这。看什么呀？来不及解释了，那个能不能帮我们把房间收拾一下啊？对，可乐可凡把房间弄乱，为什么要小精灵变呢？我们来不及收拾了，我姑姑回来了。妈妈回来，好吃的回来。姑姑妈妈看这房间那么乱，好吃的就没有了，都没了。你到底讨厌没有好吃的？所以啊，那你帮我们把房间收拾干净，我给你好多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对。你看呀，喂，你讨厌收拾房间呀？可是不收拾房间，滴答滴就会饿，一饿肚子就会咕噜噜的叫。哎呦喂，更讨厌肚子咕噜咕噜的叫。不可能的路的，轻易下结论啊！我现在就回去问问。哎，亲爱的，你看今儿天多好啊！对了，咱俩好久没有一起散步了，咱们散散步好吗？哎呀，我现在没有心情看天，也没心情散步。啊，那儿有一棵树，嘿，看见了吗？昨儿还没那么高呢，今儿怎么长这么高？你说，那就是棵假树，它怎么可能长得高啊？赶紧回去吧。哎，亲爱的，你这侧影太漂亮了，来，哎，这有凳子，快坐。正好我这有本儿，哎，我还带着笔，我给你画一肖像啊，别动啊。哎，中天，你拖延时间也没有用，这件事情你必须要给我解释清楚。好吧，亲爱的，我们正在孵化小金雕呢，所以无暇顾及。我错了，亲爱的。这不是你错不错的问题，那犯了错误就要勇于承认，是，而不是回避问题。你看你
主动向我承认错误，我也没有责怪你嘛。是，那你回去之后不会对他们处罚太厉害吧？哎呀，我知道你是为了他们着想。那也不行。哎，等会儿。我是不是走错门了？嗯，欢迎回家。哎，不是，刚才。啊！怎么会？不干净！难道是我累坏了，产生了幻觉？也有可能。您赶快回屋休息吧。对，回屋休息。啊，对，孩子们说的对，你赶紧回屋休息吧。等一下。嗯。难道我真的出现了幻觉？啊啊！可是你刚才好像还跟我说，哎，孵化小金雕。哎呀呀，小金雕很早之前就出世了。明天他就满月了。我们收拾这个就是为了给他做一个大 party。哦，对 party、妈妈有礼物吗？啊，你看，可能真的是累晕了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妈妈有蛋挞吗？这个再晕也不会忘记。什么声音？哦，是他，是他，可乐的肚子叫了，小孩子肚子声音真大啊！我真的需要休息了。你们俩真行啊，怎么干的这么快啊？那是因为您就当家里来了个田螺姑娘吧。你们以为一个科学家会相信童话？熊猫头，你能帮我倒杯水吗？啊，来了，亲爱的。不过科学家很喜欢童话故事。哎，姑父，我想要不咱们真的叫几个同学来家里看看，小金雕。好啊，小金雕那俩眼睛啊，那色儿是不一样。熊猫头，姑父叫您呢。哎，爸爸。啊，来了。老师不是让你写一篇动物的作文吗？小金雕凶不凶啊？不凶，它只是肉虫子，毛茸茸的，特别可爱，连路都不会走呢。吹牛吗？谁吹牛谁叫狗？那可不，刚才说比大雕还大呢。刚才那是我吹牛。小狗小狗小狗。那你答应了？啊，我答应了。耶、yeah! yeah!你看，彤彤都当上去了，你不是喜欢小动物吗？我妈不让我去男生家。不是，哎呀，彤彤也去，不光是男生，没有大人就不行。对，妈妈在，那我也不能去。你又为什么呀？我害怕肉虫子。肉虫？没有肉虫子。可乐刚才说的小雕吃肉虫子。他刚才吹牛他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保证。走。想一想，不行，妈妈发现没被妈妈抓走。哎呦喂，真聪明！滴答滴也很棒，滴答滴没有晕倒。哎呦喂，妈妈当时快把哎呦喂给吓死了。妈妈的表情是这样的，
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很像，得力，妈妈就，休息，混血，混血。李大弟跟哎呦喂演的都很棒，哦耶！小精灵逃跑很成功，小精灵很幸运。哎呦喂，真开心，哦耶！新鲜的美梦好处多，甜甜的秘密不能说。比起哎，想一想，为什么不唱歌？想一想需要想一想。想一想要想什么？小精灵喜欢妈妈，妈妈收拾房间，妈妈做好吃的，妈妈照顾小精灵的朋友，可是小精灵却和小精灵的朋友欺骗了妈妈。滴答滴讨厌欺骗妈妈。小精灵不应该说谎。小精灵对妈妈不公平，小精灵应该帮助妈妈。滴答滴让妈妈出现了幻觉。那小精灵就帮妈妈解除幻觉。哎呦喂说的对，想一想有办法。可能有小偷来了，翻的。该不会是金雕弄的吧？应该不会。你们家大人呢？大妈妈。哎呀！啊，这不是我干的，这不是我们干的。幻觉，还是幻觉，我需要休息。可乐，妈妈怎么怪怪的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样也算有家长在家吗？当然算有了。我姑姑她不奇怪，她出差了，太累，需要休息啊。可乐，快去给同学倒点水。洋，里面坐，里面坐，彤彤也坐。我跟你说，走走走。哎呀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口香糖。没事，来，先坐，口香糖很容易弄的，一铲就下去了。小屁孩，快去拿铲子，快，彤彤，你先喝水，快去。哎呀，什么东西？这边怎么了？肯定是小屁孩，还是我带你洗洗啊？怎么了？这假蛇！我是彤彤，姐姐怎么了？别走啊！我，哎。这是假的！什么人呢？还什么人？快扶我一把呀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屁股疼死了！你拿这铲子干嘛呀？这也盛不了口香糖啊！哎呀，全完了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一定是烫的，走，找他们去。是不是你们干的？你看看这房间。小精灵恢复了房间，小精灵真棒。你还气走了洋洋姐姐和彤彤。是，还让我摔了个大屁墩。房间本来就是这样，小精灵不能帮助可乐和可凡欺骗妈妈。我们让房间变整洁是为了让姑姑高兴。你看看你们。可是妈妈不高兴，妈妈以为出现了幻觉。妈妈很难受。可乐和可凡就应该自己打扫房间，这样妈妈才会高兴。滴答滴听过人类一句话，自己做事自己当。也对，我不想欺骗妈妈了。哎呦喂就觉得可乐可凡就应该跟妈妈讲实话呀。哥哥，他们说的对。不过咱们确实不能再让姑姑出现幻觉了。小精灵的朋友都很诚实。我和哥哥会打房间，打扫干净的。我，等等，想一想有个问题。蛋挞呢？想一想还没吃到呢。腰都快断了。哎呀，我的腰已经断了。这地都是我拖的，你腰断什么呀？快去给哥哥倒杯水。累死我了，谁也别想让我站起来。那我也不走。来，亲爱的，出来透透气啊。走。姑姑。妈妈。亲爱的，你看房间他们收拾的多干净啊，孩子们知道错了。这么说，我看到的乱房间不是幻觉。不是幻觉。那小金雕呢？
你看这录像的日期，这个小金雕复出的时间正好是你回来的时候啊。亲爱的，我不能给你撒谎，我承认错误。可是我还看到两个小人在厨房里吃蛋挞。妈妈，你看到的是他们。就是他们。这么说我没有产生幻觉？没有。我还以为他们跟我说话呢。姑姑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那你们以后还敢把房间弄得那么乱吗？不敢。谁要是把房间弄乱，我第一个跟他急。哎呦，有，亲爱的，他们甘愿接受惩罚。为什么要罚呀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妈妈好了，妈妈还要给你们两个知错就改的小清洁工做好吃的呢。哎呦，亲爱的，我也甘愿受罚。亲爱的。幻觉，一定是幻觉。休息，我需要休息。就是这句话呀。休息。又怎么了，亲爱的？去哪儿看？去。妈妈的蛋挞真好吃。